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怎么样这个恳切的心能生下来？天天想着，今天就是我生命最后一天，我要干什么？这个方法好啊，这个方法真有效啊！明天就要死了，我今天干什么重要？除念佛之外还有什么？真放下了。我还有一个杂念，还有一个妄想，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，就继续搞轮回吧。这个方法好，要有真正智慧的人，真正得行的人，他能做得到。祖师说的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人一口气不来，这一世就结束了。谁能保证我还能活一年呢？我们看到全球的报告，意外死亡的有多少？啊，不说别的，车祸天天有，国外火车相撞，死一百多人；汽车互相撞，四五十辆车撞成一团，死30多个人。啊，这是北方，有高速公路结冰。啊，车在冰上走，滑行，控制不住，连环车祸。啊，这些常常在我们面前演出。聪明人，他就有警觉，他就知道念佛重要，不敢不念佛，不能不念佛。啊，这个一切缘不能不放下。所以三恶道的因要知道，缘要知道，果要知道，啊，三善道的业因、业缘、果报也都要知道，通通能够远离，一心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没有三恶道的因缘。